不知道。在工作。动漫金曲之夜，爱夜忍者村。这不就是纹身贴纸？不是，这是刺人。动漫惊喜之夜可以让你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。那个中忍，帮我拿一下 Q 一下麦克风。对，中忍，旧世界转身到现世的感觉怎么样？现世真的太好玩了！起开，一个手指头放出火焰啊！跳起来。九天路跑最后一站就是动漫惊喜之夜。